吗？哇，很爽、啊。很爽，是我的猫猫手。哦，猫猫手。哦，兄弟你很帅啊，兄弟。哦哦哦哦哦！我靠，你不怕掉下去哦？我靠！我靠！我靠，这个。依我经验丰富来说，还在上厕所。是吗？对。我要是。你怎么打成一片呢？靠腰，点了一碗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装藕泥的藕泥冰。藕泥，来看你。你各位啊，来到了一个新的地方啊！我之前在跟老板说哦，想去九份哦，所以我们这次就直接安排来九份。不过去九份之前呢，哦，听说这边有个那个猴童哦，传说中的猫村，有没有看到？你看那边已经有人在撸猫了。哎呀，赶快，我们现在来找陶哥哦，来找陶哥去撸猫。哇，哦，这哇，看这个光复里，哇，猫咪喂食，找到了，靠一下，傻小啦。请问，我往后拍就会拍到内裤了。你在那边靠腰蹲着呢。请问这个是猫咪吗？你要吃屎吗？这条猫咪很贵哦。哦哦哦！你看过猫趴是什么吗？哎呦，刚刚看到了。而且你没看到我的扛棒上面写什么吗？你扛棒，萌萌的，靠腰。哎、欸，真的哎、欸，而且你的。发色跟他们一模一样哎、欸，所以你是他们大姐喽？靠爷，好了，可以开场了。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宇，我们今天来到了猴童。Yeah. 其实我们本来要去九份的，对，但是 but 本人实在是太喜欢动物了，所以前面我决定先来到了猴童。我先问你一件事哦。刚睡醒？没有啊。你那个声音听起来像个睡醒。又被抓到了哦。反正呢，今天有点天空不作美。嗯。但我觉得还好，因为天气算凉凉的。天空不作美。好，那、我们赶紧去看猫咪了，好不好？好。哟。哦，对哈。这边以前是煤炭。好像是这边都在挖东西啊，不是吗？瑞芳不是。在狭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靠呀！我就知道，我靠，很胖哎、欸！我靠，很胖哎、欸！哇，靠，你很肥哎、欸！灯笼区，其实我必须说一件事情。你说，我今天一整天还没吃到东西。好，所以你饿了是不是？你有没有考虑先让我找一点东西，先垫个胃？哦、这边我查了一下，就是有一些小东西之外，很多咖啡厅呢、啊。哇，这边。到处都是这种猫咪小物盲盒、欸、其实我发现这里超像日本的、欸、怎么说你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那个福建到和神社那边的时候、然后旁边是不是很多小商店對、然后那边小商店全部都是卖日本的那个狐狸的东西對、但是这里是因为是很像都是猫的所以这边就很多卖猫咪的什么小饰品啊，然后猫咪的凤梨酥 啊，你看那个周边商品这种，全部都是啊。而且刚我附近站的人全部都是韩国人跟日本人。对啊，所以你会觉得超级像那个我们去日本的那种，啊、只是这边没有神社。哦，对，那我们也是从那个车站出来，然后我们现在要先走去对面。OK， 对， 对面最多那个咖啡厅那一些，可惜，对啊。有兴趣哦，有兴趣哦，来看一下。好，先吃一下。不是，因为这个店感觉就是旧旧的。阿虾古早味面店，直接点起来。你各位啊，我本来哈是想说带老板去那个对面那个山口有很多的咖啡店，结果他实在是太在地网归了，一下要吃小吃。刚刚在路边看到这一家，我就觉得好像有点厉害啊。这个面。然后我要先来吃一下原味，然后听说他这里的就是标配推荐就是这个三层肉，嗯，对，先来吃一下它的特色，三层肉，现在没拿就好了，没拿就好了。
皮好 Q 哦，它完全没有猪，就是 猪的味道，猪臭哎、欸，哦，新鲜的，好新鲜啊！但我很好奇，我觉得它这一块辣椒感觉好像很厉害。再来蘸一下。那不挂，我这两。来吧，就这一块了。要沾是不是？要沾，很香。哇，好吃！再吃一下它煮干的。哇，那个脸我就知道沾了、啊。那古早人就是吃这种古早味刚刚好，竖起来。看它就是个面，它也很好吃。哦哦哦哦不要那么一脸好像很饿在那边开胃好不好？不是，这个真的超好吃的，是真的很古早味，很好吃。它真的超古早味的。哟、哦，靠背，就像那个鸡巴脸，我跟你讲，对了，是不是？你要竞选的是不是？这鸡个梅都超好吃的哎、欸，这个我们没有特别找哎。对啊，我很喜欢这样，很棒，挖到宝。那我们等一下我们要去九份，我一定在这里吃饱。哦，哎、欸，很酷哎，看一个隧道感哎，哇，哎、欸、这边的猫都没有在跟你客气的肥耶，哇，你看它很爽。很爽，很爽，是我的猫猫手。哦，猫猫手，哦，兄弟你很帅啊，兄弟。哦哦哦哦，我靠，你不怕掉下去哦？我靠，我靠，我靠，这个。依我经验丰富来说，还在上厕所。是吗？对。哦，所以这个是花粉是他尿尿的地方。可能是他上厕所。有没有、哦、真的哎，在上厕所，哇，专业哦，哦，靠呀，在上厕所，好了，差不多了，我们该，我要求要九份，对 ，OK， Let's go， 扣、哦，哦哦哦，有搞我，到了，我跟你讲，飞的瞬间有一点歪掉了，我、哦、可是刚刚上一个画面你好像没有飞啊，哦、好了，我们现在来到了九份，差点打到后面了。不是故意的，我们现在来到了九份，我告诉你九份晚上的时候最美，而且刚好我们现在又是用餐的餐期，所以我们现在废话不多说，我们赶快直击九份吧 ，Go！ 真的是不要去挥到人，我跟你讲哦，你都没有在看的，一眼我不会看人，我怎么知道有人会走在我后面啊？哇，老板，太热闹了，哎、欸，我想九份不太一样，什么东西？好酷哦！虾球吗？对啊，要不要试试看？可以啊。谢谢。你会不会在那边不讲话，然后他们都会以为我是外国人？我刚刚其实有在想，如果我跟他讲说阿里嘎多之类的，你觉得他们会觉得我是日本人吗？哦，你可以下一个玩玩看啊。试试看。两颗80块啊。哦，真的有包虾子哦，很像章鱼烧吗？还是？哦，靠腰哦。里面包的不是高丽菜，里面包的是洋葱，哦，洋葱跟红萝卜。OK。哎，它不止一只虾哎。哦，不止哦。嗯。哦，那就不会很贵了。不过我刚才讲说一颗40块，其实有点贵啊，真的。两颗。哦。觉得好吃吗？特别。我就算特别。但你说到它也没有不好吃，但可能不是我的菜。嗯。哎、欸，这里超多茶的哎、欸。对啊，所以我看到你手上买了一杯冷泡茶，干嘛？怎么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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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闻到杏仁味。哦，对啊，有杏仁茶、啊。烤羊，你那个脸。好臭哦！哪里、啊？杏仁茶味道超重的。在哪里啊？我不知道，还没看到。对啊，杏仁茶。你快受不了了，是不是？看来又找到一个让你致命的东西了。没有，我本来就不喜欢杏仁，我真的是没办法。我觉得它超臭的，我真的是没办法。哇，哇靠！哎、欸，现在真的开很多有的没的，它也是卖传统小吃的。对呀、啊，但重点它有卖那个很多的啤酒，搞得像居酒屋那种感觉。可惜呀、啊，你一定要开车啊。
欸，你不觉得这很像国外的那个那叫什么 Chinese Town？ 哦，对啊，那个中国城，中国城的感觉，这边很漂亮。哎，好酷哦！哎，我觉得这里变好多哎。但我们是太久没来了。对啊，我们现在搞得比观光客还观光客哎。对，哦，又是猫咪。我就是死观光客。哎呀，陶哥，你来这边是要吃什么？我要吃霸丸。霸丸哦，对，这里有很有名霸丸，有红烧肉圆。我只知道我来以前来这边吃芋圆之外，我还有吃一个是超阿贵，干嘛？干嘛多了？很香哎。这是什么？哦，卤味店。觉得怎么样？你想吃哦？可以买一点点。买一点，那你拍啊。观光客。好了，那个爽脸。闻起来超香的，好多人排队哦。对，吃看看农夫卤味，我靠，你也在吃了。怎么样？怎么样？我难得会想要吃百叶豆腐。那，啊，怎样？好吃吗？它是有点微辣哎。好吃是微辣。然后我看它已经没有再加东西了。蛮入味的。对。好好吃哦。它这个有点就是麻香麻香的。还可以，不算口味重的那一种。对，不算口味重，但它是麻香麻香的。嗯。哎，其实蛮好吃的。嗯，这以前应该没有吧？就我来说，没印象。我觉得现在我对这边已经完全是改观了，这边变好了。哎，超好吃的，超香的，这好适合拿来配。哎呦，哎，这边推推耶，因为我不喜欢吃太麻的东西。它还好，它就是微微麻，然后主要它是很香，嗯，超香的，超香的。哇塞，可以哦，这间大推，可以买一堆回家，然后配啤酒。没错，走下一间。哎呦，就是这个吗？哇，我觉得你进步了耶。哎，怎样？哎，没有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你的。怎么了？没有，我觉得你进步啦。对，你不是要成长吗？没有，你不是刚刚就是跟我立志说你要越来越棒。就是放在这个地方，谢谢。你在好啊，好啊，我吃可以吗？我吃，等一下你就知道，姓什么人什么茶的嘛，一杯啊，要不要？要不要嘛？来啊，没关系啊，我吃。我告诉你，大家来九份呢，就是一定要吃红烧肉圆。哎呦，真的红色的呢。我问你哦，蒸的肉圆跟这种炸的肉圆，炸的，哦好，我是炸派的，谢谢。我也是哎，真的我不知道好吃在哪里。哦，你很久以前就在吃过是不是？嗯，其实那很好吃哎，满满的红烧味，但是 but 九份的肉圆跟新竹的肉圆还是有点不太一样。怎么说？新竹也有肉圆，你知道吗？不知道。新竹的肉圆比较小颗，然后九份的肉圆比较大颗，可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九份的肉圆好像也蛮有名的，好像是，对，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想到肉圆，你怎么会没想到另外一个彰化啊？哦，对耶，彰化肉圆还有什么？对啊，彰化肉圆是出名的啊。你要不要再加一点点的那个？哪个？好，你可以加。我等一下突然很渴，有点想喝一杯白白的、稠稠的东西，味道很香的。水饺是什么小啊？不小啊！靠呀！我们来下一间吧。阿兰。干嘛？阿兰，我要超贵阿兰。你是谁卡？就是这间啊。我学生实习有来吃过。你说很好吃。对，我说很好吃。你要吃什么口味？我要吃红甜的，我要吃红豆的。不是说要吃菜脯米吗？没有，菜脯米是你这种勾扎鼻的老人家，你没有吃过吗？没有。这个我那时候来就已经排很多人。我知道这一间很有名，但是因为每一次都排很多人，很多人。对啊，来喽，阿兰吃阿兰。懒懒吃懒懒。哎，这一摸起来就超级 Q 的。对啊。哎，很吵哎。哎，超阿贵是用那个什么，我们包肉粽的那个叶子弄的吗？不知道。它很像我们包肉粽的那个粽叶，对，粽叶的味道哎。哦，看起来就很 Q。哎，好吃哎。是吧？记得我有没有完全不包东西的？有啊，有卖完全不包东西的，我刚刚就买了一颗。哎，我觉得不包东西很好吃，是不是单吃超好吃？对，因为它有一点甜甜的。对。所以我刚刚就买了两颗，我买了一颗红豆跟一个完全不包的，你等一下可以吃红豆的看看。不要。
我就觉得这个就是要吃个甜的，所以死是不是？我不想吃甜呐、啊。所以这个就是怎样，汤圆有些会包咸的在里面，那种你也不吃是不是？像我就不吃，吃甜的。对嘛，那是跟我是一样道理，但我觉得这个一定要吃甜的，就像茄轮饼，我绝对不会吃包菜包的。茄轮饼是什么？车轮饼呢？哦，可以啊。不行，只能吃甜的。没有，都可以。就像芋头，绝对不会放到火锅里面煮，它只能吃甜的。芋头粥也蛮好吃的。不行。没有高管，但是真的很好吃。垃圾车来了。在你的。靠腰。好酷啊，老板！大家都在闪垃圾车。我觉得垃圾车是很凶哎、欸。大家全部都在闪垃圾车。快笑死，这个是一个奇景哎。我觉得奇葩的不是闪垃圾车，我觉得奇葩的是我看着垃圾车在吃菜脯面。对啊。哦，哎、欸，很有 feel 啊，这边这样拍起来。哦，到了啦。很累是不是？平常没在运动，爬一下要你命哦。我要是，你怎么打成一片呢？靠腰哦！你们说要带我来这里，暗香摸大象。你不要叫！好想喝杏仁茶哦。快点，我已经把这个红衣兵准备好在这里了。哪里有比较好啊？前面啊。前面就是有风景区，哦，直接坐脚胶是不是？对啊，这么边缘，来来来，我们点了一碗完全没有加任何东西，只有藕姨的藕姨冰。藕姨，来看你。嘿，它是三色藕姨耶。来啊，大家留言一下。你们会吃这间阿甘饮，还是会吃下面那一间？下面那一间叫什么？我忘记了，但就是这两间比较有名的。哎、欸，它的冰是那种大碎冰，哎，不是小冰。对啊，来试看看，你很久没吃了，看它有没有变。九份的藕饮果然就是不一样，它可以是吃得到藕妈的藕饮。现在已经看到外面的那个风景，来给大家看一下。让它 remix 一下。哦，因为我们刚上来的时候还起雾，超大雾的。哇，然后现在完全看得到。而且晚上来这里这样蛮浪漫的。真的吗？如果是跟另一半来的话，好像是哦。哎，你就别叹气了吧。哎，不是啊，靠腰，你他妈你吃了那么久，你还没分我一口哎。我想吃不同颜色的啊。哦。对啊。我还没吃到不同颜色的。没有啊，我现在才吃第二个，第二个这黄色是什么？地瓜圆吧。应该是地瓜圆。我记得三个里面我最喜欢就是芋圆。可是地瓜圆也很香哎。对，也很香。这是这里有名的草阿贵啊。对啊，应该是啊，草阿贵圆。那也是甜甜的，吃起来甜甜的。吃起来不像哎。不像，那里面好像有加什么东西耶？晒哦，啊、不然呢？藕姨里面有那个芋头的丁，有那个。我给你 solo 啊！我们等一下再去看看有什么吧。OK。这样子感觉超可以拍照的，你看超美的哦，有哦，而且重点是今天有点雾雾的，你懂吗？所以朦胧美嘛，对，不用看得太清楚。靠腰，这样不清楚就不美了吗？朦胧不是才是美吗？这怎么更美？哇，这里很迷幻空间呢。对，你选好、就是、选好地点没？不是，我告诉你，就是你来这里的话，人家之前不是都说这里有那个像千寻，千寻，对，那、啊、你是无脸男，是那一只青蛙，这里就是要拍这个阿妹茶楼。哦，喂 ，sorry， 往下踩到是不是？吓死我！你吓到我了。哎、欸，我们来拍几张。哦，好哦，那、啊、你不要再踩空了。好可怕，吓到。哇，来给各位看一下现在这个非常雾的天气，还有非常多的观光客，还有这个非常一位死观光客，怎么样？拍的怎么样？你刚拍的太阳角了。哦，不好意思啊。哇塞，
你没别麦啦。你看，哎，好有 feel 哦。哇，哎，而且重点是又起雾了。我没有在那边喝过章，喝茶过哎。他是不是一直以为我是外国人？哦，是吗？感觉。哦。你觉得有吗？那你在爽什么？好杯子，我们叫品名杯，用来喝的。长杯子，闻香杯，用来闻的。首先呢，我们先给他们温壶温杯，我们把杯具给他全部烫过一次。啊，首先呢，我们的茶叶呢，我们大概就放我们茶壶的大概四分之一嘛，四分之一的量。首先我们的水，我们给它加一半就好，我们不要喝的，给它稍微先醒茶一下，我们倒掉不喝的。那么第一泡冲泡时间大概就十五秒。然后我们就把这个蚊香杯这样子拿起来，拿会小心烫，上下拿比较不会烫。对，你看我给你闻的，那个奶香味，新鲜。好，好烫啊！真的有味道吗？你拿你的。哎、欸、哦，我怕烫啊。拿你的。看你老师这样想。他说他们的那个绿豆糕比较软，所以用手捏就好了。怎么了，大懒笑男娘？还是要换一个名字，阿宝你想一个。魏公子吃饼。朕不吃。假。哎、欸，这很酷哎！其实我没有什么吃过绿豆碰豆糕。哦。绿豆糕跟绿豆碰差在哪里？一个是糕，一个是碰。好了，我不知道了。很好吃哎，哎、欸，超好喝的，哎、欸，好舒服哦。哇，不愧是老人，你真的是有老灵魂哎、欸。不是这个真的这样，要一起才比较好吃，真的有一点太甜了。但是我这样搭配很爽，很爽。我觉得有点意外，因为我没有这样子，我也没有這樣来过这种地方，然后这样子试过，而且学着泡茶，对，好像有点上瘾哎、欸。但是不出老症。没有啊，那是你老。公子，小女子来为您沏茶了。没问题，来，请给朕上茶。公子，这是刚刚为您烧好的一壶尿。好的，您怎么知道我喜欢喝尿呢？大胆，洒出来了。公子，您这就不懂了。它就是要这样子漫出来，就像妾身对您的爱一样漫了出来。公子，您吐啊！我靠！哎，试喝看看，你泡的跟他泡的有什么差别？你知道哪里不一样吗？哎，我泡的会比较浓。为什么？因为我都没在喝水。来了，叮啊叮啊叮啊！哎，真的，第二泡就比较浓。我觉得第二泡是最刚好的。啊，我觉得这家评价我也给蛮高的。嗯，大家有经过这种就可以来一下。我会觉得来这个地方，我会推荐下午的时候，因为下午的时候这边灯都其实差不多已经开了，然后。如果没有起雾的话，其实还可以看一点夕阳。哦，好像是。对啊，很漂亮，很漂亮。对啊，那你再坐一下，就变像我现在那么晚的时候。嗯嗯。好啦，今天我们猴童跟九份一日游结束啦，大家看一下啊，超级美！我真的觉得来到这边一定要来这个阿妹茶楼，我觉得还蛮不错的，还不错。就是第一次体验自己泡茶，嗯，然后在这里吃一些就是我们平常在剧中会吃到一点的一些小甜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一个身为年轻人新的体验。而且我真的觉得这里超级适合下午，然后到晚上的时候来，因为我觉得风景超美超漂亮，然后再来是它这边灯打开的时候，我觉得真的是认真美。Yep.
对，好啦，总结以上，大家如果来猴桶，然后来九份，都吃些什么呢？底下留言给我，我觉得我下次还要再来一次。好的。影片到了最后，别忘了帮我订阅加关注，记得开启小铃铛，还有订阅下我的 IG 哦。我们下期影片见啦，拜拜。靠家伙！